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叫做小帅。啊，不是，原来我是在404啊。还以为又要开启快乐机，来一杯香浓奶盖，开始快乐的修牛蹄了。这期 vlog 真的是没什么营养，各位观众老爷看不看的不打紧，咱就是说，关键是把那大拇指点一点，要是有转发收藏，那想必是最好的。原来上次做 vlog， 那还是上次做 vlog 的时候。上期拍 vlog 的时候，那个鲅鱼饺子可太好吃了，还有那个海有缘，还有那个大锅强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，也就割了5个月嘛，这肯定不算割的嘛。读书人怎么能说割嘛？是不是？下次咱们试试割个几年，那岂不也是轻轻松松？拜拜了，宝子们 ，Cheers！